如是我愿芸芸众生平安喜乐，如是我愿众善奉行智慧无量，如是我愿停止战乱天下太平，如是我愿明天早晨师父消失，如是我愿明天开始不再练功，如是我愿西西别再给我添乱，如是我愿每天都能有好吃的。发发虽然顽皮，但是最有爱心的、啊。你也快点睡吧。租你的车，300块够了吧？不要报警。对不起啊，小妹妹，这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咪发嗦拉西，为师下山帮人看病。你们定要每日勤加练习，早晚功课不得偷懒。看好寺院，团结一致，不得贪玩胡闹，一切皆听来来的指挥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师父吉日，师父走了。啊！师父走了，师父走了，师父走了。咱们出去玩吧。好，不好吧？师父不是要练功吗？师父又不在。呸！呸！走，出去玩。走。好好，你敢带头偷懒儿？妖主你别去啊，出去玩吧，妖主你别去，出去玩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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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西西，小心！收到。蕊蕊，快走！下水了！下水了！我也来了！我也来了！传说的是西楚之地霸王之墓，有缘相遇，黄金相随。在1000多年之前，刘邦大败项羽，项羽被迫退至乌江，战至最后自刎而死。他死后，刘邦见他是一代枭雄，便以鲁公的礼法安葬项羽。他的墓地一直无人知晓，造墓的人留下了一张地图和能开启墓地入口的发光石头。现在我们两件宝贝都有了，只要找到地图上这个地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宝藏，我们就发财了。师傅说出大事才能放狼烟的，你在找麻烦吗？在那儿啊，找到了！啊耶！老大，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。I have a dream。 我有一个梦，我用这笔钱拍一部让全世界都震惊的电影，我要成为国际巨星，我九纹龙要成为继成龙、李小龙之后我们华语影坛的第三条龙，我的艺名已经起好了，三个字：霸王龙。呀，嘿嘿嘿。来了，你确认是这条路吗？等会儿，没错，这里好像是通往传说中寺庙的必经通道。来，你先走过去。我习惯走后面。大傻，你先走。好。嗯，我来走。你走。我在这恐高。还是先走，他那么重，走到中间。桥要是断了，那我们都过不去了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我比他轻不了多少，这很明显。哎，你还当不当我是老大了？我说话不算话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信不信半信？信信信。过不过去？过不过去？你不过去半成跟去，信不信？啊！你看看你们两个啊，大老爷们还比不上个女人。嘿嘿，老大，你从小就比我们厉害，要不你给我们做个榜样吧？啊！走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目不斜视，心无杂念就可以了。请你松手，放住我！
感谢大师救我命之恩，在下九纹龙，请您受我一拜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请问，大师，你是那个寺庙的和尚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大师。你们是游客？对，来游山玩水的。您看出来了。大师，请问那个寺庙里有几个和尚？不多，也不少啊。那大师，每一个和尚都像您功夫这么棒吗？大概一个打十个没问题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寺庙是三天一小伤，五天一大伤啊。如果真的跟他们打起来的话，快点跑，跑不掉就求饶，求饶不行的话，生死有命啊！祝你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！谢老师，谢谢啊！再见了啊！再见了。我来，小智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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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才，好，来呀，过来，嘿，老总，快来！哈哈哈哈哈！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宝藏的藏宝地点，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军事基地，经过这两天的深思熟虑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战略计划。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我们九门狼，快把画拿走，我的画叫鬼叫鬼叫什么，我在说大事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过敏，求过敏。什么你都吃，吃货画你都吃，画吃啊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你啥也没说。实验接出去。下一步，我们首先进入寺庙内部。既然那么多高手在侧，我们既要安全又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这是我一生的心血所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我的冷热双能超级探测器，还有我的双卡双待超级探测天线，还有这个，我的脑部控制电脑，还有这个，我的 VSC 进口的防水防风打火机，我喜欢。我们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对我九纹龙来说，简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看来，这次与我伟大的理想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有这么一点了。